Amen，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从座位上面一起起立。Amen， 我们要再次以祷告、以敬拜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。Amen。Amen。有多少人你喜悦？因为今天当我们以祷告、以敬拜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能领受恩典，但是我们可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美事。Amen。Amen， 好不好？所以让我们高举双手，让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数到三，就大声的开口向神来祷告，欢迎他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。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Hallelujah， 是你啊，拉巴拉巴巴，是的，上帝，上帝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就求你现在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圣灵，我们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相信现在就是你要来动工的时候。对，弟兄姐妹就大声的来祷告，相信就是现在神就要动工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是你哦，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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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巴巴巴。对了，大声的、热情的来祷告，从你内心的深处向神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是你哦，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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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巴，是你耶，对对对对。是的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上帝，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。自由的运行对着我们来说话，哈利路亚，一起来敬拜。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颜，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，在你荣耀光中，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。何等喜乐，当我进入你心里，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，在你荣耀光中，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。向神来说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我敬拜你，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。就是现在，献上你的全心，再来唱。我敬拜你，我敬拜，我敬拜你，我一生活着。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我敬拜你，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。你们数到三，高喊三声主，我们就来祷告。今天早晨这首诗歌就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。数到三，高喊三声主，我们就来祷告。一二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你们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渴慕要来敬拜你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渴慕要来亲近你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渴慕来到你的面前。带到神面前来祷告。 Amen Amen， 主要我们渴慕你，主要我们要来敬拜你，主要求你今天早晨就透过你的话语，透过你的诗歌对我们来说话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渴慕，我们渴慕。 Amen。
祷告，相信在这个主日的时候，神要透过他的诗歌，透过他的话语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。所以你要预备好了，预备好要来领受，预备好要来经历。我们举起双手，先为你自己来祷告，你需要什么？今天早晨跟上帝来求，你有什么样的重担跟压力？今天早晨放在他的坛前，跟他说，神啊，我要来领受你，我要透过诗歌来领受你，我要透过你的信息来领受你。举起双手为你自己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要为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祷告。今天早晨我们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力都卸在你的坛前，求你来充满我们，求你来充满我们，求你来触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主要透过诗歌我们要被你来充满，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要被你来浇灌。主要我们渴慕就在这个主日的时候，你再一次的恢复我们的生命，再一次的充满我们的生命，你再一次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Amen, Amen, 主啊，我们渴慕你，主啊，我们渴慕你，求你亲自的带领，求你亲自的浇灌下来。Amen, Amen, 主啊，我们浇灌。我们要一起花一点时间为这个早上的主日，我们要来祷告。我们先祷告第一件事情，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就要去看见今天早晨整个的聚会里面，神都在我们当中。在唱诗歌的时候，就有好多人他流泪，他感动，他听见神在触摸他。在听信息的时候，也有好多人他们就听见了一句属于他的话语，也有好多人的生命就因为神的话语被翻转。所以闭上你的眼睛，去看见聚会从开始到结束，圣灵都大大的与我们同在，他就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，他就来充满触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。你看见了，我们就大声开口来祷告，这就是神今天早晨要在我们的里面带来的祝福，要在我们的教会带来的恩典。 Amen, Amen, 主啊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看见了，在敬拜赞美开始的时候，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就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，你亲自的运行。好多人在唱诗歌的时候就被感动，好多人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流着眼泪。主啊，我看见了，在听信息的时候，有好多人他的生命抓到了一句你要给他的话语，还有好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了你的话语就被翻转。主啊，我就看见今天早晨从开始到结束，圣灵你大大的运行，圣灵你大大的动工，你带来神迹奇事，你带来你的充满，你带来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渴慕就在这个早晨要来遇见你，就在这个早晨要来经历你。主啊，求你来，求你来，求你来，就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为着所有的服事同工来祷告，你看到台上的敬拜团歌手乐手，看到你旁边的那些招待同工，还有在控台的，还有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服事的服事同工，我们为着他们来祷告，让这个早上的主日是一场最荣耀的主日，是把那最好的都献上给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为所有的服事同工要来祷告，他们的服事要蛮有能力，他们的服事要带来神的同在，他们的服事要把神的灵带到我们的当中。我们就为着所有的服事同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Amen, 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为着所有的服事同工来向你献上祷告。主啊，你使用他们每一个人的服事，你使用他们每一个人所做的工，就在这个早上让我们把一场最荣耀的聚会献给你。主啊，这是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就欢喜快乐的来领受。这是你所定的日子，主啊，我们就享受在所有的服事里面。主，我们为着所有的服事同工特别的来向你求，歌手乐手敬拜团要带上你的同在，所有的招待同工在服事每一个人的时候都带着你的爱，带着你的平安。主啊，也为着在不同岗位的服事同工，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让我们这个早晨带着喜乐来服事，带着你的爱来服事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就祷告，让我们手所做的一切都要顺利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一场最荣耀的聚会献上给你。主啊，主啊，就求你来，主啊，就求你来，求你来，求你来浇灌，求你来触摸，求你来带领。 Amen, Amen, 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 Amen, Amen,
我们为着所有今天早晨会来的新朋友，我们来祷告，神要来柔软他们的心，当他们听见话语的时候，他们就被改变，当他们唱着诗歌的时候，他们就被翻转。同时也为着你左右两边的人祷告，今天神要对他的生命来说话，今天神要充满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所以我们就为着新朋友，为着我们左右两边的人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Amen。 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就为着那些的新朋友来到你面前祷告。上帝啊，他们在唱诗歌开口敬拜你的时候，你就要来触摸他们的心，他们在开口举手要来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垂听他们的呼求。主啊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，主啊，坐在这会堂的每一个人，主，我们都祷告，圣灵你要大大的浇灌，圣灵你要大大的触摸，当他们开口来敬拜的时候，你就让他们感受到你。主啊，当他们打开耳朵听信息的时候，就有一句是你要给他们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就祷告，从前面到后面，左边到右边，坐在每一个椅子上的每一个人，上帝，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，圣灵啊，我们渴慕你，圣灵啊，我们渴慕你，就求你这个早晨大大的充满下来，大大的浇灌下来，大大的来与我们同在，每一个人都遇见你，每一个人都经历你，因为我们就相信这是一个充满着神迹奇事的地方，这是一个充满着你同在的地方。主啊，就求你来，主啊，就求你来，带来盼望，带来盼，带来平安，带来你的爱，带来和睦。每一份每一份，主啊，我们就祷告你，主啊，我们就祷告你，求你来与我们同在，求你来充满，求你来浇灌。每一份每一份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Amen。 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我们不是只有这一场主日聚会有神的同在，是每一天教会都有神的同在。Amen。 是每一天神都要使用我们的教会，在不同的地方带来改变。Amen。 在不同的地方带下他的同在，所以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，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你要宣告，这是一个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，所有的疾病在这里都会被医治，所有的需要在这里都会被满足，所有的压力在这里都会得着释放。就为着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举起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Amen Amen。 主啊，我们就为着我们的教会来向你献上祷告。圣灵啊，你使用我们的教会，圣灵啊，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是一个带出神迹奇事的教会，我们是一个带下你同在的教会，我们是一个带下许多许多的改变、医治、恢复的教会。神啊，我们就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求，求你使用我们，求你使用我们，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带来改变，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带来翻转，在不同的地方，主啊，我们要带来你的爱。主啊，求你来，求你来使用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所有的疾病在这里都要被医治，所有的需要在这里都要被满足，主啊，所有的压力在这里都被释放。主，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要带着满满的祝福离开，就是要带着满满的恩典离开。神啊，就求你来，神啊，就求你来，求你来使用我们的教会。Amen Amen。 耶稣谢谢你，耶稣谢谢你，耶稣谢谢你。 Amen。最后为你自己来祷告，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重担，今天早晨我们交给神，透过今天早晨的聚会，神要来恢复你，可能是诗歌，可能是讲道的时候，你就会被恢复。所以你有什么需要，你现在赶快花一点时间想一下，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祷告很久的，也赶快花一点时间想一下。就在这个早晨，我相信神要祝福你的生命，我相信神要把恩典带到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举起手为你自己来祷告，把你所有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，把你所有的祷告也带到他的面前，为你自己来求恩典，为你自己来求祝福。 Amen Amen。 主啊，为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恩典要临到，主啊，你的祝福要临到，主啊，你的盼望要临到，你在我们许多人的生命里面要带来恢复，要带来改变，带来医治，带来翻转。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祷告，这是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就欢喜快乐。今天早晨我们宣告，圣灵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我们同在，带下盼望，带下喜乐，带下平安，带下爱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你得胜的名。 Amen Amen。 把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 Amen。今天早晨是让我们可以大能经历神的
Yeah.
神，你将赞美归给我们的神。Amen。 对了，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归给我们的神。 Amen。 Amen。 因为神配得我们最大的赞美。 Amen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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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兄姐妹，何等的喜乐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同在的当中，是坦然无惧的。 Amen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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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们要用一首新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歌来歌唱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我们要专注的是在耶稣的身上。 Amen。 Amen。 我们要高举的是神的圣名。 Amen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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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，所以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。当我们高举双手的时候，就像是我们交托我们心中一切那一些的忧虑，那一些的愁烦，然后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，是降服在他的面前。 Hallelujah。 向神来说，他是配的，上帝，你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。哈利路亚，一起来唱。配得我们献上每一首歌曲，配得我们所有赞美的声音，配得我们生命每一次呼吸，为你而活。耶稣，耶稣，唯有你名在万名之上，耶稣，唯有你是这世界拯救，配得我们生命每一次呼吸为你而活。再来唱，配得，配得我们献上每一首，对了，神配得，配得我们所有赞美的声音，你配得，配得我们生命每一次呼吸为你而活。耶稣，耶稣，唯有你在万民之上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唯有你是这世界拯救，配得我们生命每一次呼吸为你而活，为你而活。来宣告，圣洁，圣洁，无人能够像你，无人与向你开我眼睛，为你惊奇，向我更鲜明你自己，充满我的全心，带领我爱人。你是圣洁，圣洁，邀请的声音，神是圣洁，没有人能与他相比。唱配得， Come on， 配得我们献上，对了，神配得我们献上一切，配得我们所有赞美的声音，你是配得，配得我们生命每一次呼吸为你而活。大声来唱，耶稣，耶稣，唯有你名在万民之上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唯有你是这世界拯救，配得我们生命每一次呼吸为你而活，为你而活。圣洁，圣洁，无人能够像
向神来唱，圣洁无人能夺下，从你内心发出那最深的敬拜。高举双手，自由地来敬拜耶稣，高举你的生命，我仰望你。Come on， 一起来唱，我要建造，我要建造，我生命在你爱里坚固的根基。Thank you.
复我们的祷告，求你今天开我们的眼睛，不单开我的肉眼，也开我的心眼，让我看见你荣耀的同在，让我看见你用笑脸坐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喜悦我们，你享受我们的敬拜，你配得一切的欢呼，你配得一切的歌颂。主，你的名今天，你的名今天要在这里被高举，因为你配得，你配得一切的称颂、爱戴与尊荣。谢谢耶稣，求你，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自由尊荣你的缘故，你天上的祝福从天上倾倒下来。今天这里无处可容的恩典、医治的恩典，锁链都要脱落。主啊，再一次谢谢你，因为相信我们在你面前，不单是在你面前，更是在仇敌面前，我们要靠着你欢然夸胜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吧，我们再次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，他配得一切的欢呼，配得一切的尊荣，配得一切的赞美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请坐。非常感谢神，在这美好的早晨，我们有很多人可以一起在这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，来尊荣他。有可能有些人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卓越美和堂，如果您是这样的朋友待会数到三的时候，麻烦您有机会从位上起立，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您，欢迎您，好不好？如果是这样的朋友请预备咯，一二三。哇，这边有，这边也有好几位，好高兴看到你们，看台区那边也有。哇，好不好？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们，欢迎你们，愿上帝祝福你们，谢谢你们，非常高兴，非常高兴。请你们务必许可的话，请你们留下你们的联系资料，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您，欢迎你们。